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参赛者，讲英文啦，混血儿啊，有请杨丽珊。哇！哇！脱啦已经，有听讲啊 ？Hi， 你好。哦，讲广东话嘅。我以为晒黑咗嘅谭小环添。系啦，你好啊。你好。你好，我知道咧，你真系百般武艺喎，又识弹琴啦 ，digeridoo 啦，即系呢个澳洲原住民嗰种吹嘅乐器。喂，嗰啲系点样学翻嚟嘅？其实。Didgeridoo 是個朋友整的，咁之後我見到咦好得意，點樣玩？咁之後佢就 Didgeridoo 係咪就係即係好似嗰啲 Wuhusela 嗰啲咁樣咧？嗰但係嗰種聲啊再沉啲嘅。係咁啊，學識咗咁多樂器，會唔會啊對於你自己譬如話有冇話自己做下啲音樂啊咁去即係俾自己去唱咧？都有同唔同嘅朋友合作過。又喺銅鑼灣嗰度識啲朋友合作，中環咁啊，識咗嗰啲朋友啦，學咗啲咩類型嘅歌翻嚟，覺得自己最適合唱啊？都仲未揾到，仲未揾到。咁但係今日要唱呢首歌係仲未揾到底下，因為係喺呢一首歌先揾得翻自己啊。喺呢首歌希望揾到翻自己，因為其實自己好中意唱 R&B 嘅歌。係R&B 咁樣係 from 邊個 artist 或者 singer？ From Alicia Keys。Alicia Keys 咁啊 ，Alicia Keys 嘅歌咁啊，我哋咧期望睇到好似 Alicia Keys 咁啊喺個台上嘅表演。But 嗰首歌嘅歌名Can You Tell Us？ 就係頭先佢讀咗嗰個。Yeah。How to pronounce falling? Okay, falling. Alicia Keys. Yeah, 麗珊。你好，我系叫杨丽珊。今次参加呢个比赛嘅目的咧，都系想挑战下自己。我自己屋企人本应都系从事音乐嘅，不过由细到大都好少唱中文啊国语歌。我想透过呢个比赛去。學識多方面發展，唱翻多啲中文啊或者國語嘅歌，睇下自己嘅實力可以去到邊度。
Thank you。哇、wow、哇！嗯，喺个飞机嗰度震裂嗰啲胶。你喺飛機度會唔會咁唱咧？梗係唔會啦！喺個飛機嗰度同個機師講，機師 falling， 哇！咁啊係，驚驚嘅，驚嘅，驚嘅 falling， 跟住就再同個副機師講 boom boom 爆咁樣，咁啊弊家伙啦！所以佢要喺我哋呢個亞洲星光大道嘅舞台嗰度揾翻呢個 falling 嗰個感覺就翻嚟啦。周國峰。如果論基本功嚟講咧，我諗啊麗珊咧係有啲超咗班嘅。你嗰個層次感啦，同埋嗰個爆炸力咧，其實可以做得更加好啲。你呢首歌今次反而用咗一個咧比較平鋪直敍嘅方式咧，去處理成首歌咧，我覺得如果同呢個 Alicia Keys 嗰個版比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有一段比較大嘅距離啦。但係楊麗珊我覺得如果在糾正了你那個的唱功和感情方面的 balance 的平衡的話，因為你是一個超技術型的歌手，記住不要因為要去玩技術而放棄了感情的發揮。一首歌之所以感動，不是因為唱高音，不是你唱高音唱得多好聽，是因為你唱到歌詞裡面的意思和歌詞的味道。我覺得你做到這件事的話，其實要打贏你或者碾低你是很難的一件事。I keep on falling in and out of love with you。 你的技巧真的超班的， 你是幾乎達到國際級水準的，如果論技巧同埋你那種玩聲。咁就我想講一樣嘢，其實就係話點解呢個世界上，你有時睇下啲美國嗰啲巨星的演唱會，他們有些 backup singers， 他們唱得很好，其實很厲害的。但為什麼他們會做 backup singer， 他們做不到一個當紅的巨星呢，一個獨當一面的巨星呢？就是有時一個 star， 他是有一個 power， 他可以跟觀眾 connect 到，觀眾聽完你之後，他會被你攝住的，不是 because of 你的唱功，是因為你有一種靈魂攝住他。這件事你做得到的話，你有潛質做一個 star 的。 How do you give me so much pleasureCause me so much pain, yeah。 哇，59.8分。